大家好，我是 Corus， 来自城堡地产。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Alex Resident Karanov，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Alex Resident 是由 TA Global 所精心打造的高级公寓项目，它占地 4.55 acres， 属于永久产权。Alex Residence 的地点非常优越，它坐落于 Dudamas 区，只需5到10分钟的车程，你就可以去到 Babega Shopping Mall， 还有 Solaris Moncara。此外，不到9公里的车程，你也可以去到 KL 的市中心。在这里有两个 Tower A 和 Tower B。Tower A 呢有36层楼高 ，Tower B 有23层楼高，两栋楼加起来总共只有364个单位。它提供一个非常低密度的环境，还有非常舒适的环境给你的家人。这里的单位都非常宽敞舒适，户型介于1485方尺到2476方尺，3到4间房，让你和家人可以享受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。其中有一点呢，是我非常喜欢的，就是它的 Alex Resident 停车场，因为它每一层楼呢都设有自己的进出口，所以你可以直接进入到自己的停车楼层，帮你省更多的时间。好，所以现在我就带大家去看我们的示范单位。今天我们要参观的单位呢是1819 square feet， 它是有3个房间还有3个厕所，而且这个是一个 dual key 的单位来的。你会看到这里有2扇门，在这里和这里，而这个呢是通去我们主要的单位，这里呢是通去我们的那个套房。好，另外这边呢，你看到有一个门呢，这边的话它是可以当做一个放鞋橱的地方，或者是放你脚车的地方，它有很大的空间。好，我们先从它的客厅开始看起。我本身呢是非常喜欢它的客厅的，因为这个户型呢它是采用开放式的设计的，一眼望去的话，你看到它客厅在这里，然后饭厅还有干厨房，给人家的空间感是非常够的。而且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呢，它和那个电视机的距离也是刚刚好了。来到这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打开这个滑动门，然后去到外面，这边就是它的阳台。其实它这个阳台也是很大的一个位置来的，然后你可以平时在那边喝喝咖啡啊，看一下风景啊等等的。来到这里的话呢，是我们的饭厅的位置，你可以在这里放一个圆形的桌子或者是长形的桌子都没有问题的。而且还有一点是我非常喜欢的呢，就是它的那个厨房。它厨房呢是干湿分离的，就是这里是干厨房，然后呢这里你可以和朋友啊平时喝下茶啊聊下天，还有很大的空间。然后里面呢是我们的室厨房，在室厨房呢你可以准备你的美味佳肴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而且有一个好消息的就是，发展商他已经提供了他的全部橱柜，然后冰橱，还有他的这个抽油烟机啊，还有他的那个电磁炉。然后在这里后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位置，这是我们的小小的露台，而且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拿来晒衣啊都可以，而且它这个洗衣机也是有包括的。这个户型呢一共有3个房间，我们先从它的套房开始看起。来到这里呢，你可以放一个很大的 king size 床，还有很大的空间。然后这边呢你可以放一个小桌子，或者是放一个 sofa， 然后让你休息啊还是阅读都没有问题。如果你的衣服很多的话，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这里有很大的衣帽间，你可以放完你所有的衣服在这里。如果连这里都不够用的话呢，后面还有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做你的衣帽间，或者是做成你另外一个读书房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套房呢其实它有自己的厕所的，而且它厌厕也是很大的空间，有2个洗手槽。然后呢发展商也是有提供它的热水器啊，隔水玻璃。客厅的另一侧还有2个房间，然后在这里呢会有一个浴室。
然后直接走下去的话呢，还有一个小空间，你可以打造这里成为一个读书的地方或者 work from home 的地方。我们一起去看看它的主人房吧。主人房这里呢，其实放了一个这样大的床呢，还有很大的空间的。而且你在这里也是可以做一个梳妆台，然后再去到另外一边呢，你可以把这里打造成一个自己的 walk-in wardrobe。 对啊，厕所也是有很大的空间，和那个 studio 的 unit 也是一样，有两个洗手槽的，是一个非常豪华的 design 啦。第三间房间也是非常的宽敞，它可以很轻易的容纳一个双人床，还有非常大的橱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的全部房间都是采用非常有质感的木地板。在 Alex Residence， 住户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公寓设施，其中包括豪华泳池、健身房、网球场、羽毛球场等等。当然，我个人最爱的是它顶楼的空中设施，在这里你可以和家人朋友们在空中会所举办一场私人聚会，他们肯定会爱上这里所看到的美景。如果你热爱足球，你也可以和朋友们在我们的空中足球场来场刺激的足球赛。过了忙碌的一天，你可以在我们的空中泳池一边放松一边欣赏吉隆坡的美景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如果有兴趣参观 Alex Residence 的示范屋的话，欢迎联络我，我是 Chorus， 期待与你见面。